踩出去啊，那么小步，跟你的人一样，都踩不出去了，你的声音也喊不出来。二，中间哦，中间弓步哦，弓步是要大步的。三，是换边了，眼睛看哪里？看那一边哦。现在不是让你去看他，是跟着他打而已哦，不是叫你去看他哦，自己打自己的。四，弓步哦。五，内八。现在打都是对的，但是不够力，懂不懂？力量用出来，你那个打轮子都打不死你，轮子要咬你又打不大。六，用力。在扭扭捏捏的，脚都没有站好。七，脚步大一点。八，是不是又是功夫了？因为你的前提很淡，都在抬脚而已。功夫要蹲，对不对？跟他蹲。九，十。上端呢，是在弓步。刚才那边是弓步，这边也是弓步吗？一，后面的脚直接转过来，跟屁股直接转过来，手放在腰带。十二，换手。三，这个很重要哦，你看人的脚都在转的。四。周边的，你看，我说这边很重要，就是男的这边，方向要对，赶快跟着改站，来改正，走，好，没有人可以看的啊，看后面，六，前提是不是要提高？回避，是不是要提高？没有提高嘛，哪里才算高？哪里才算高？啊？腰带上才算高，不对，肩膀以上，懂不懂？肩膀以上，来，预备，还有两个哦。七。文斌，是踢还是抬脚？那你有踢吗？最后一个哦，八。你有没有喊声？我没有听到你喊声，我只有听到他的声音而已。再来一次，再重来一次。你们不要喊，我要听他们两个喊。预备，上一个动作。八，没有打那么高吗？拳头有没有打那么高？在中间还是上面？中间还是上面？中间嘛，停。中间那最后那边没有转好，其他都还可以，知道吗？但是力量还是要去用力。